两秒，三秒，哎，大概是两秒，两秒到三秒，没错，对，差不多。好 ，OK， 咦？错嘞哈！他先讲，他先讲，真的哇！你们没有，你们有默契哦。他心想说，他心想我不要再多说了。那我好，请问你们当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再更快一点？有，也可以在时间差再短一点，感觉可以。好，不然就是缩小一点啊。哦，好，来，再给你们，跟距离有关啊。赶快来，开始来，距离应该。两分钟可以再快，我们只是手啊，半分钟快点。没有，他要他取的问题跟距离，我觉得是有关系。手手手都已经伸出来了。你又不是说太远呢？哎哎哎，这样当然是太远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会很用力吗？这够毒，跟你这人真相符的够狠。来，快哦，还有九秒钟讨论吗？所以重点现在是要怎样更快呢？还有五秒钟。出局爱进，出局爱进。我手链问题。好，给人家。来，请问，来你们一个人讲，要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第二次的挑战？小天使。变二变二，我要变二。安静感觉。哦，安静感觉。好，那方法呢？是首先手还是不变呢、啊哦、是变但是距离大家稍微靠近一点，对，那种感觉侧身、对，侧身，所以更专注的，对，然后全力以赴，向前准备突破。如果我太大力，今天没有，今天完全大家全部都要用。